围巾、厚外套、不离身、口罩、帽子戴牢牢。寒流逐渐减弱，但日夜温差还是很大。26号清晨最低温出现在金门，各地还是普遍有出现大概是12度以下的低温哦。今天的最低温是出现在金门的金城，有7.1度。清晨最低温，金门金城和连江南竿都只有7点多度，新北石门8.5度，桃园杨梅和苗栗三湾也只有9度左右。但往南走，感受两样情。在高雄，热闹的市场叫卖声此起彼落，现场的温度跟买卖热度一样暖乎乎，还有民众直接换上短裤短裙吃早餐，爬爬灶，提早感受到未来的天气变化，抢先回暖。北部以及花东整个高温的部分可能都可以来到大概23、24度左右，那南部的稍微高一点，可能也可以来到25、26度左右。夜间的低温的话，大概会出现大概15、16度。气象署提醒，虽然温度要回温了，但日夜及南北温差还是不能大意。而周末开始受转东南风影响，水气增加，北部和东部地区还要另外留意局部降雨。出门衣物减轻，但别忘了带把伞。